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秋，现在呢准备在酒店出发，下一站呢，今天的景点呢，我们呢逛了颐和园，萌萌和萌萌妈呢待会呢就跟她相聚了。我们来到这里真的是争分夺秒的去玩呢，不过呢也是难得过来，所以呢要抓紧时间。今天温度比较高哦，我跟阿龙都穿着短裤，哎，凉爽了这下。35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坐地铁去哪都很方便哦。我们坐地铁到了西苑这里了，因为去颐和园呢那里呢比较远，要坐地铁1个多小时哦。下地铁站一直往前走，大概900米就到了。他们也快到了，萌萌他们。这里好舒服啊，就是特别晒今天。啊，对，去了正门，东宫门。我们想坐3轮车过去哦，3个人30元哦。起步30块钱，你上来也是30块钱，一个人也是30。哦，走了，体验一下3轮车。就是有一点点晒哈。它是人力的，对呀，人力的哦，人力的。现在这个店的不让上路了。哦，我以为下面还有点电力。辛苦喽，踩单车一样的。嗯。我怕我想牵我的手。哇，空中飘了好多这个杨絮这些。现在已经到了颐和园大门口了，姐姐和萌萌和阿姨汇合了，几乎每个景点都好多人哦，这两天天气好。大门一进来，这一座呢是人寿殿。好，很多朋友呢在我们没有来之前呢都建议我们一开门呢就过来，就早上过来的意思。确实是因为颐和园呢这里非常大，它相当于有4个故宫这么大哦。风雨有多大，记得要。已经进来颐和园里面了，这里呢是有一座塔，这一座塔呢是叫佛山阁，我们呢另外买了一张票进来了。颐和园呢还是很值得进来的。你看保护的多好啊，还有一个网罩着，看起来还蛮高的哦。我们进来，然后从这边楼梯爬上去。我们爬的这一座山呢是万寿山，然后我身后这一个呢场所呢是慈禧祝寿的场所。哇，感觉还好，应该可以爬得上去吧，应该不是很高。爬了一座，还有一座，爬完这座就到顶了。上一个，再上一个。哎呀，好陡啊！好，终于上来了，脚都发软了。现在是站在楼顶这里，整个颐和园都可以看得到了，整个湖。哇，妈妈，我看你还爬得挺快的呀。一下子爬上来。我感觉我走到脚都发软了。对，不过其实不是很高，只是我们锻炼比较少。对对，高就不是很高，真的是锻炼少啊。但是这上面的景色真的好美哦，对，超级美的。对，整个颐和园尽收眼底哦。对，你看好大哦，这里哦。回报率特别高。嗯，对，辛苦也值得，看得到刚刚我拍了，对。看见这些兰花指，走心不看宝贝。哎，你看兰花指好不好看？为了拍美美的照片，我们寻找更好的角度来拍照背景。好，好滑啊，这里你看，斜的。心上，你说不怕。
我们呢已经逛完颐和园了，现在过来四季民福这边吃烤鸭。烤鸭真的是我心心念念的味道哦，因为好多好多年前我爸爸以前呢来这边北京玩的时候呢也给我带了烤鸭回去，特别好吃，好怀念这个味道啊。虽然北京这个烤鸭吃过一次，但是这个味道呢一直让我怀念着。好，现在过来吃哦，还有一桌对吗？好，平时很多人的这边要排队排很久哦。这个就是我们的烤鸭，现在准备切了。哇，好香啊，已经闻到了。哎，好。哇，切得好薄哦。这刀工好好。这皮很脆哈、哦。好，它那个皮是又脆又脆。哦，又脆又脆。沾着白糖吃，然后一点点就够了。嗯、好香，这个皮啊。嗯。特别腻啊。不会腻，真的不会腻，它口感很好啊，这个。哦，白糖就是解腻的哈，阿龙你尝一块，加给你啊。好，嗯，不好弄，好弄，好吃哈，对吧？直接进去就融化掉那种。对啊，真的。就感觉很多汁里边，就很黏。一口爆的那种汁哈。爆汁的。嗯，对。鸭皮怎么是爆汁的？油吗？那是油。鸭油。哦，对。但是不腻，这鸭油。不腻哈，甜而不腻，又酥脆哈。嗯。惊艳的口感。对。对，这帅哥教我们怎么吃。对，然后夹个两到三片鸭肉，然后蘸点甜面酱，放在鸭皮的正上方中间，然后夹个三到五根葱丝，三到五根啊，然后又拿着婴儿折叠好，从下往上，然后从左往右。然后左右向左，包小人似的。哦，就这样就可以了啊。好的，谢谢。哦，就这样包。谢谢。好，谢谢。太棒了，谢谢。心心念念的烤鸭已经吃了，刚刚萌萌和萌萌妈妈啊带我们去买了这一个老北京的这一个叫奶酪啊，也很感谢他们，真的好热情呢。今天也是又是陪玩的一天了，辛苦他们母女俩了。现在呢，我们呢在往前面走，他们说让我们啊就是过去稻香村看一下，让我们买一些特产，因为呢明天呢我们呢就最后一天在就是北京的朝阳区这一边，明天过后呢我们呢就要去安龙去参加活动的那个酒店那边了，所以呢就这两年趁着有时间，他们呢都帮我们想好了就要买什么吃的啊，要去哪里玩都安排得满满的。虽然说这一个行程呢安排得很满，然后呢每天呢就去的这个景点那个景点，当然累并快乐着啊，真的是很辛苦他们了。想起妈妈说的那句话，不管路多长回家，有种幸福可以很简单。